就是他说他有我的这个，有我的微信，但是呢，我又没跟他聊过天，我说让他给我发个消息，我好备注一下，然后不要怎么搞的，感觉这人可能就，就这位大哥可能就有点自弃了。原来疯了，原来我在他的心中。今天这个光线不对劲呢，非常的不对劲呢。品这件衣服不好看吗？里面就是一个内搭呀。把这个丝袜给穿上去。光着腿稍微还是有一点点冷的，耶、yeah, ，好像穿反了。为什么呀？丹丹衣服很少的，丹丹的衣服特别特别的少，没得换。暗示了，怎么又暗示了？啊！一说起暗示，想到了 PK 呀、啊，开起来！今天不知道今天能不能过个三星呢？月收入百万，那真是那样，那可太好了，做梦都想哭。哎呀！我今天做了一个噩梦，就做梦被人杀了，真的很奇怪。我不冷啊，会不会已经扣完了呀？就是我弟他带他的一个朋友，就是来我们家里玩，然后他那个朋友呢，就是是个脾气特别暴躁的人，然后就是我想不起来了，就怎么跟他起冲突了，然后我就说让他滚出我们家，然后他就不走，然后还要就是说。就是掏出了一把刀，说让我道歉，不然就杀了我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。然后我弟他就是个憨批一样，他在那里一直打游戏，我记得很清楚，打的是那个守望先锋。我们两个都吵起来了，拔刀相见了，他还在那打游戏呢。后来他就真的刀一挥把我脖子给抹了，然后我就觉得我脖子这里凉飕飕的，就是就
就觉得好像一直在往外冒血刺血，后来就跑去医院啊报警啊之类的。结果你们知道醒的时候是什么吗？醒的时候是我睡姿有问题，我睡姿是这样的这样的然后再这样的，我的睡姿是这样的，然后头往这边歪，然后就把我的这边脖子这里肩膀给压麻了，所以我就睡醒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脖子这里面就有点麻有点发凉，所以才会做这样的梦。没有昨天性感吗？是吗？昨天那一套性感吗？玩偶戏？什么叫玩偶戏？动漫摇还行，就那个这种动漫摇，当然可以抢救了，没死透，我没死透，后来抢救过来了，然后就把那个人给抓了进去，抓了进去之后，我弟还就是为他朋友就是怎么说呢，替他讲话嘛，就是说就他的家人是需要取得我的谅解，这样才能判得轻一点，然后我就不同意，我弟就说我狠毒什么样的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，太奇怪了，第一次做这种梦。你有那个表情包吗？不需要人工呼吸好吗？大家帮忙，大家帮忙过过三星好不好啊？不知道，这是那个推给我的，这是推给我的歌。像后面的柜子没有，没有和好，等一下。后面不会露很多吧？穿着拖鞋可太突兀了。现在就走。
把我 Q 等一下，发个直播通知。灯是啥？就是灯啊！你这话问的好多余啊！是吗？为什么呢？确切的说，他也不叫氛围灯，他叫跳舞的，跳舞主播就是用的那种，但是我觉得没什么效果，因为它亮度不太高，就跳那种影子舞用的，可以当氛围灯，谢谢。去张周周看光棒，今天周日啊。都要送一下哟，荧光棒，周日了，再不送就过期了啊！我又不跳舞，是呀，我不跳舞啊，我不跳舞就不配买了，是吧？欢迎大家，晚上好。上次跳舞啊，武力全开吗？还是正儿八经学一支舞蹈？轰动你！好了，直播通知发完了，那就下周再安排一次吧，还有个灯没有开。对，上一次跳肯定天气比现在还要热，然后就更容易出汗。我做好准备的话，弄不好又会生病。健身环呀，啊哈，这周也要健身吗？你们要看我健身吗？还好吧，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健身环就是它的效果呢，比较就是怎么说呢，属于有氧，舒缓一点。但是跳舞的话就比较激烈，
一三五健身呢？咦，我说过这样的话吗？那要不我就来个健身。谢谢五八的英雄帖哟。谢谢五八的英雄帖。就是大家能把三星的人头凑一凑吗？我没有坐对姿势，还不对嘛？谢谢二五的英雄帖，感谢。怎么就懂的都懂，我都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不太想就做就特别标准，你知道吗？就做的，如果说要做特别标准，就觉得自己好蠢啊，觉得自己很蠢。能不能不要这么猥琐呀，大漠？禁言了啊！主播开始了，主播开始杀疯了，杀疯了！先来一个。对，是的，但是还好啦，又没怎么运动。其实我觉得运动量真的挺低的。队长是你啊，不认识杀了。欢迎大家，晚上好呀。扎了个头发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披着头发太那个，跟平时没什么区别嘛，比较单一。跳舞的时候动作反而标准。你在开玩笑吗？我跳舞标准，真的吗？大家把三星的人头凑凑好不好呀？大家想获得爱心。每次就扎这种偏马尾、很低的马尾，就会被他们说成人妻风。跳舞最好还是不了吧，跳舞容易感冒。对，要不你们选个，是想看健身环呢，还是想看昨天的那个恐怖游戏小小梦魇？为什么要戴眼镜？恐怖游戏。不如我们开个投票。恐怖游戏比较多啊。好，那就恐怖游戏吧。健身身体有益。好纠结，那就开个投票吧，开一个这个投票。
戏。还要审核吗？还要审核吗？天哪！咦，我也想玩，是的。对啊，我肯定还是更想，希望知道大家更想看什么。会吓得嘤嘤啊！你问他们，我昨天我玩的时候可淡定了，不存在什么，不存在什么嘤嘤的，我好淡定啊，不存在嘤嘤的，好吗？有没有人来张班卡呀？还有三分钟 PK 就结束了，我们还零贡献值呢，我们还零贡献值呢。哦，我以前有想过爬楼梯，但是真的太累了。就你爬一趟楼梯的话，可能一周这个腿都是非常非常痛的，肌肉很痛。谢谢小花生，但他没有坐飞机，太帅了！这句话太帅了。办卡没有，抱歉，我只有飞机，很帅哦！哎呦，不错哦！哎呦，不错哦！欢迎大家晚上好，看看票数，怎么回事？游戏要输了，还有50秒，游戏9票，健身16票啊，兄弟们，游戏不能输啊！谢花生，不是，我记得刚刚游戏和健身不是都5-5开的吗？这怎么回事？感谢感谢花生哦，开心。哎呦，这样看我的腿好粗啊！谢谢你。欢迎七海家大叔，今天周日了，荧光棒一定要送啦，他不送就过期啦，结束了吧。嘿，10票之差。那接下来就是健身咯。大家晚上好，把我健身环拿过来。哎呦喂，别刷了，投票已经结束了。怎么搞的？游戏粉不争气呀、游戏粉非常不争气呀、游戏粉太让我失望了。失望了。
身打游戏，没那么久时间啊，十点半就要助眠了，没有这么多时间。调高点。胶就是粘在腿上的，折住了，这样就不会了。那个，我系手柄呢？做热身还要做热身啊！好的。谢谢谭先生，感谢谭先生哦。稍等一下，我要把这个卡换一下，我要把游戏卡换一下。裙子健身环，那个裙子怎么了呀？你们知道吗？女孩子穿的那种百褶裙那种裙子，全都是自带安全裤的。发型，对哦，我刚刚把头发扎起来，我就要运动了。这样运动会不会就很丑啊？OK， 把它插上去就好了。小一点吧，然后我大一点。完了，这手柄好像没电了。手柄没电了呀，这是。这是没电了，这手柄。这怎么玩？这没得玩了。这恐怖游戏也是要手柄的呀。等一下，它又断了。怎么回事呢？确实好久好久没有把它放上去一起充了，就是玩每次玩完都不管它，每次都不管，真没电了，都没了。哎，这左边的
还有一点电。右边的一点电都没了，不行啊！他这个手柄充电要多久呀？昨天的小小梦魇，那玩不了了。这种声音就是姿势不正确的话会导致肌肉拉伤。是的。欢迎大家晚上好啊。拉垮，哼，没有电了。是的，这边红色的这边手柄没有电了，再充，稍微充一会儿吧。哦，你昨天好像跟我有说过。不是，给它充充电，没有电了，没有电了。欢迎大家晚上好，你喜欢丹丹都可以帮忙过一张三星吗？丹丹好想过一个三星哦，这周丹丹只过过两个三星，其余的不是一星就是二星。大家晚上好，插到底座，不是，你只要就是放到这个游戏机上面它就会充了，它随意。因为怎么说呢，就不想动作做得太标准了，感觉会很有些动作看起来很笨。不是不玩，先让这个手柄充会电，充一半吧，50%差不多就行了。我搜一下这个是手柄充满要多久。谢谢懒人的恢复药水，还有浪漫花束，谢谢阿里嘎多。对，像刚聊的，充满的话就一个小时左右，所以说半个小时应该就差不多了。我感觉已经变绿了，已经有电了，已经可以用了，差不多可以用了。日语很有味儿，谢谢吴雨飞。
不行的是吗？我看到它变绿了，它刚刚红的现在变绿了呀。我不玩很久，应该够吧。谢龙骨啊，谢谢。阿里嘎多，大家不。撸啊撸手游已经出了吗？撸啊撸手游已经出了吗？我之前有预约，应该还没出吧。减十一千的礼物是啥？哈？你说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十点半助眠，每天都是十点半。啊、哦，哦，那个不算是礼物，那个算是道具，就它可以让。怎么说呢，对我没有用，这个东西没什么用的。外服出了呀，没有玩，就之前外服出了手游版的云顶，然后买了一个好玩的，还可以。就云顶倒是无所谓，但是手游版的撸啊撸感觉可能有点适应不了。是呀，现在王者荣耀在国内这么火，完全没有优势了呀。我可能不会玩，不一定吧，不一定。就是云顶的号当时就只有外服，就你要去外服创号就很麻烦，直接几块钱就可以买到了。可以直接注册啊，但是你直接注册就挺麻烦的。我嫌麻烦，我就直接买了。这猫把家锁开。对。他如果说是就是 PC 版和电脑端的这个皮肤都通用的话，那我肯定就是会真香。电充好了，你怎么知道我的电充好了？我也感觉差不多好了，随便充一点就行了。柯达夫太硬核了，柯达夫太硬核了，我玩不了。联盟在一区哦。
我又进了游戏了。何处坐？乍起风波，有几人从容度过？不期而逢，在山腰水泊，苦与乐接踵而过。怪物猎人星座，星座是什么？什么类型的呀？叫什么呀？怪物猎人二吗？难道？左腿。谢谢，是那个懒人，哼，就不叫你下。哦，是吗？不知道，我只有那个 Steam 上面有怪物猎人，太硬核了！我刚出新手村，就我不是也不是说出新手村吧，我就做一个新手任务，我都过不了两个小时，我都过不了，气死了！然后我就不想玩了，真的太那游戏。我觉得怎么说呢，对于我来说有点硬核，有点难，挺难的。
估计看不清这个画面，看看能不能拉长。
上动。手拉胚，这个我非常的擅长，这个非常的好玩，拿手绝活，知道吗？谢谢江湖路人，谢谢你的卡丁车。会运用到
到大范围进行的运动。谁开挡了？请注意，不要原背。
要原背。夹紧腋下，扭动整个上半身。怎么突然对我使用禁语？
吧。好像就是微信里面的不要小碎步嘛，因为跑步比较累，小碎步比较轻松，知道吧。
你的意思是说跳起来吐沙沙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气虚，我是气虚吗？知识要正确，是的，是的。不要摔，停留想当初。简单的那是什么呀？我之前一直玩的都是游戏，像这种什么组合套餐，还有这种慢跑，蛮好的。但是我不想跑。哦，这种就不是游戏了，就是普通的挑战。善仪态，诶，我仪态就不是很好哎。这个改善仪态的应该就是不需要动的。我不想再动了，我不想再动了。阿比阿比阿不，为民为民，高举双臂城市，好，要开始了。也许是有助于强化背肌的运动。OK， 哇，超棒的。OK， 完美。好哎，还有五次，很好，很好，还有三次。我真是一个小机灵鬼。OK。开始了，边吐气边推压运动吧，更切实的推压运动。这个也有用吗？没有用。还有五次，谢谢可乐。就是这个环要是金色的就好了，对吧？要是这个，我就感觉。还有三次。很棒，最后一次，很好，动作很棒哦，转转手臂。对，人在放球，智商像不是你。谢谢，谢谢可乐。尽量大幅度的旋转运动吧。要拥有紧实上臂的人，反动，还有一半，还有十字，反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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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有五次，尽量大幅度的旋转运动吧。检测到我现在是坐着的了，他现在做到了，哎呀，偷个懒都被发现了，偷个懒都被发现了，嗨，气死我了，小气，我按了呀，哦，按这个键，哦，它是没电了。哦，是没电了。我说他怎么这么智能？是这个没有电了。这个本来就玩之前他就一点电都没有了，吓我一跳，我以为偷懒被发现了。行，不玩了不玩了，还有9分钟就要助眠了。这本来充了就10分钟的电，
手柄就只充了10分钟，所以就没电了。他刚到一半就检测不到了嘛？咦？就一号镜，看到没有？右上角一号镜没电了，一滴都没了，一点电都没了。这个都插进去，一起充电，一起充电。好，可以结束了。啊，休息几分钟，然后我就要助眠了。非常非常非常感谢，感谢可乐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飞机哦。插回去就充了，插回去那就，它主机是这样的。游戏机是要连接主机才能用采集卡，然后就是这个都投到电脑上直播。那要插上去的话就不能用了。得救了，得救了，得救了！谢谢，可惜考了两个飞机哦。亲。比心比心比心，谢谢飘飘。头发现在好乱呐、啊！我的头发好乱呐、啊，像个疯子。火纹吗？没有这个游戏、啊。不知道什么类型的，我听过，我可能不是很感兴趣。那种属于什么 GPR 游戏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今天没有怎么出汗，就脸上出了一层薄薄的汗，身上没怎么出。回合制，哦，那不就是跟宝可梦差不多吗 ？Pokemon 也是回合制的，谢谢江瑶，谢谢。唉，因为出汗会感冒呀，我上周就是。直播跳舞，玩那个舞力全开，然后出了点汗，然后就感冒了。这个游戏我知道，还比较喜欢昨天小小梦魇那种类型的，我喜欢就是恐怖元素的。很古老吗？之前不是还有一个人一直推荐我玩什么节奏医生，都挺老的。暴露年龄了。大家晚上好，喜欢大家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吗？谢谢青山的英雄帖，感谢。啊 ，PK 要输了，有没有人上一上的？没有哥哥上一上分，要输了。对，我不太适合那种，我没有什么。
没有什么耐心玩。节奏医生是台出的吗？为什么他的画风这么复古的？我以为是很久的呢。对，就比如说《塞尔达》就很好的一款游戏，但是主播肯定就不太行。《塞尔达》我觉得真的是一款很好的游戏，沉浸感很强。PS5 的话，在国内的话应该要5000多。PS4 是3000多吧 ，PS5 5000、5000-6000这样。我在淘宝看到的是这个价，我不知道官方定是多少。对，像素类的那种游戏看起来都蛮复古的。88000。差不多呀。真的吗？那你们觉得行吗？行的话，改天我就搞来玩吗？对，P5 会不会这样我不清楚，但是 P5 出了 P4 肯定会这样的。但是也不可能说降得很夸张，降不了多少吧，应该。这个电玩店，挺好的。我这两天就是想去就是泡汤，然后就是找那种店嘛，然后看到我们这边的店都不是很干净。然后就看合肥了，合肥有一家就是特别好，也不能说特别好吧，就是特别齐全，就是你洗完澡之后，它不是有很多。
方，但是没有这么大的浴缸。跟不上话题了，开始。那就200了，谢谢。对，大家帮忙兔兔翻新了。呆呆健身这么辛苦，这么努力，难道不应该支持一下吗？这样呆呆才有动力，以后才能就是，就更加努力的健身，把正能量传给更多的人。方才不存在的。吃糖了。哦，对呀，02了，开始助眠了，坏，到点了。那是什么？那是鱼塘吗？难怪你说话一直这个样子，老鱼塘塘主了。So that's me。啊，我每次就是运动完了之后，我就觉得我有点，就说话就是有点说不出来。你就有没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有点。说话比较困难，出声困难，发声困难，这种。开始助眠了，大家戴上耳机，然后刚看丹丹直播的，就是谁有可以一开始把音量调小一点。然后再关闭直播跳转。什么只有你爬完楼梯？好啦，投票咯，一是龙爬不下。二是吸管烟，三是吃果冻，四是吃糖糖。大家想听哪一个呀？可能有人说都不想听，啥玩意儿？感谢可乐的飞机。真开心。